你总听人家说我有疤，知道怎么来的吗？你也听你说过。13岁那年，我妈出去跳舞了，我跟我爸在家里。 家里煤气泄漏着了火，我当时在房间里怎么也打不开，我爸为了救我拼命的撞门，抱着我就往火外面跑，跑，跑。从前觉得家里可小啊。 但在那一刻，却怎么也跑不出家门。烟实在太呛了，我晕了过去。可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再见不到我爸爸。 爸，时刻提醒着我，是因为我走的。要不是因为我，现在活得好。楚云，你先别哭啊！哎，我觉得这事儿他不怪你，真的。这叔叔他肯定也不想看到你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阿姨不是前天还活得好好的吗？ 阿姨肯定也不想看到你这么自责呀。你先别哭行吧。你要真想哭，走。我把我的剑芒借给你。